好，那呢，本人呢叫阿布，来自呢遥远的高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定居在虎尾，对，因为我嫁到虎尾了哈。然后呢，对啊，嫁好不会啦，不用灰心啦，不用灰心，我有三个女儿哈，在，请大家呢静耐心等候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今天非常开心呢，也非常的惊讶。当我们那个德哥跟我说，哎，礼拜二那一天哦，就是打给我说指定说要我说哈，我做什么事？他说。PODO 回来要主持，说你确定吗？他说确定啊。我说你要不要等你们清醒之后再跟我确定一下哈？因为呢，这台语真正袂晓讲，就是袂认得啊，但是听得懂哈。那也非常感谢奶哥、水哥以及我们还有呢吴大哥呢，还有所有哈今天的恰助呢，非常感谢你们的肯定哈，让我今天呢第一次人生解锁来主持这个普渡会，那非常的感谢。那这个是我要唱吗？啊，对，还很大声，好，一样的，那你这首，所以奶哥下一首我指定你哦，好不好？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五首歌嘛，哦，五首歌哈，五首歌，那你慢慢想，那拿几首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但是这首歌曲人家指定了，站在高杆上。
愿你的青山百里长扬，河岸风长摇尾。我俩相爱在高海，山高高。结果都没有理我。站在高岗上哟，感觉有比较热了，因为站在上面比较接近太阳，很热，都流汗了。那呢，我。